弟兄姊妹，欢迎又来到这一小时的琴与路时间，又是我们同耶稣基督亲近的时间，又是我们真的能够与圣灵同工的时间。大家兴不兴奋啊？我里面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最喜欢就是与圣灵同工，我最喜欢就是在耶稣的同在里面，我最喜欢就是敬拜我的主、我的王、我的神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一个真实的敬拜里面，进入一个在祂同在里面的敬拜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我们说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、一切的赞美、一切的敬拜，你是配得的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是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要尊崇你。主，我们要尊崇你，我们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永永远远天天称颂你的名。主，你接受我们的称颂，接受我们的赞美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Amen. Thank you, Jesus.主圣灵充满在
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。主，我们真的很想明白你的旨意。圣灵开启我们，圣灵开启我们，充满在这里，看得见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，你的光光照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看到盼望，让我们看到有盼望的道路，有盼望可以离开黑暗的道路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求你的光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行在光的里面，让我们不致跌倒，让我们能够行在光的里面，不致跌倒啊！主圣灵，我们需要你啊！我们需要你的光啊！圣灵，
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致到我们不行差踏错。主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圣灵，我们需要你。诗篇二十五章话俾我哋听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主圣灵啊，唯有你能够教导我哋进入真理嘅里面。耶稣说，唯有圣灵你能够带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。圣灵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终日等候你来到光照我们，用让神的话语真的带领我们的道路。圣灵我们需要你带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，我们终日等候你的带领，终日等候你的教训，终日等候你来拖带我们进入光明的道路里面，离开黑暗，离开沮丧，离开灰暗，离开离开离开所有这些的黑暗的里面，所有的负面的里面，离开进入光明盼望的道路。所以圣灵，我们再一次跟你说，我们需要你。圣灵啊，圣灵啊，带我们进入光的里面。Hold 住圣灵， Hold 住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将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。哦，主圣灵，哦，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。哦，主圣灵，哦，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。啊，主圣灵，哦，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将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。哦，主圣灵，哦，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。圣灵，你的光。
照亮我哋生命里面嘅黑暗，照亮在你身上，让黑暗离开。让祂光现在就照亮你的生命，神灵你的光照亮，神灵你的光，打开你的心，圣灵我愿意你的光来光照我的生命，我要离开黑暗，我生命里面有什么的黑暗我不要，我要离开，你要欢迎这个光进入，这个光就是给我们盼望的光来的，邀请祂光，让祂光光照你。所以靠近你的必然要圣洁，主我们想靠近你，我们想靠近你，而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，你的光就来光照我们的生命，主我们愿意放下任何一切阻扰拦阻我们亲近你的，一切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东西我们都愿意放下，我们都愿意说主我们不要，因为我们要你的同在，我们要亲近你，所以圣灵我多谢你，一开始你就愿意让你的光进入， Thank you Lord。 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是让我们能够亲近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这个光是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，脱离罪恶的捆锁，这个光是让我们能够 行入盼望之路的光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就近光远离黑暗，就近光远离黑暗，天父呼唤我们每一个 Come near me， 就近我，我是光，贴近我，我是光，你是光明之子，离开黑暗，远离黑暗，亲近我。
诗篇二十五继续嘅话俾我哋听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主，今日一开始你嘅光就嚟，光照我哋，让我哋行正路。多谢你，我哋要见你嘅面，我哋要归正，使到我哋能够亲近你，与你面对面。但当我哋亲近你嘅时候，你嘅光就照进我哋嘅生命。主，我多谢你，我哋定义要与你面对面，我哋定义要行喺光嘅里面，离开罪，离开黑暗，因为你是良善，你指引我们行在正路当中。主，我多谢你，多谢你圣灵，我们不怕艰难，我们不怕旷野，我们最怕是没有你的同在。只要在你的同在里面，主啊，高山低谷有你不一样，有你就不一样。心全意全人，整个焦点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目标，你是我们的目标。
钱不重要，一切都不重要。我便无所求。主啊，若有金钱没了你，我便无所求。若有事业没了你，唯有在你恩手的里面，主才有满足，才是实在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无论在工作上，无论在关系上，无论在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的细节里面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都需要你参与在当中，我们都需要你的带领，我们都需要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的同在不只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的同在不只是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。主啊，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常常与我们一起。只是我们忽略你的存在，我们忽略你的存在的圣灵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呼唤我们，你让我们记翻起，圣灵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要忽略你，你的光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要忽略你。主啊，你的同在与我们一起，我们只需要连结于你，连结于圣灵。主，我们分分秒秒就能够同你一起。主，我们呼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们开声的呼求，你说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记得圣灵你是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灵你每分每秒都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每分每秒我都可以呼求你的帮助，呼求你的带领，分分秒秒我都可以和你倾偈的圣灵，让我们不要忽略你的存在，让我们不要对你冷淡。圣灵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知道，圣灵啊，你是 gentle 的，你是美善的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知道，所有我们里面的心思你都听到，所有我们里面的挣扎你都明白。我们无需惧怕，我们不再孤单，因为圣灵你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你永远与我们一起。我们只要一连结在里面的圣灵，主啊，你的同在就彰显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分分秒秒都记得圣灵啊，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再孤单，我们不需要恐惧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圣灵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劝勉我们。我们常常都可以活在你的荣耀的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连结，连结于你，圣灵。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现在进入你的里面，你灵的里面，你跟圣灵说，圣灵啊，多谢你居住在我的里面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提醒，我需要你的带领，我好想做你最好的朋友，我好重视你跟我说的说话，我好重视你的存在，我好感恩你愿意居住在我的里面，带领我，帮助我。
让我能够进入真理的里面，让我能够选择正确的道路，让我更深认识天父爸爸。大家开口向圣灵，同圣灵讲说话，开口，佢等咗你好耐，同佢讲说话，佢等咗你好耐啦，佢好想成为你嘅朋友，佢好想带领你，帮助你，佢好想话俾你听，你唔孤单嘅，俾机会圣灵同你讲说话。
高举我哋嘅双手，领受你的爱，领受弟兄姊妹，领受佢爱，领受佢嘅爱，让佢嘅爱充满我哋。Oh, shit.
诗篇二十五章第十五节，佢话：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目时常摆在哪里啊？我们要说我的眼目啊，你要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我们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我们眼目常常或者在看新闻，在看环境的艰难，世界的问题或者世界的引诱，但今天我们要将这一节的经文放进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说我的眼目，我的眼目，我的眼目啊，你要时常仰望耶和华。仰望耶和华就是我们时常要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要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果效，我们常常让耶和华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呢放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呢捉紧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一节经文，再一次的用这一节的经文为我们自己祷告，将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提醒我们的眼目常常要仰望耶和华，不是去看环境的问题、艰难、世界的引诱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5章15节，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无论我们跌得多深，无论我们被什么网缠绕住，当我们仰望着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必将我的脚，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，他必拯救我，他必拉我离开网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用这一节的去呼求我们的神，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好像在个网络里面，你没有办法挣扎到离开那个问题、那个环境、那个艰难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一节的经文呼求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的眼目要仰望你，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你必然将 我的脚从这个网里拉出来，好吗？三声我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环境，当我的眼目不是看着我的问题，当我的眼目定睛仰望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能够拉我，从我的问题当中拉我出来，救拔我，拯救我。主，我多谢你，我感恩你。主，你听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呼求，线上弟兄姊妹每一个呼求你都听到。
主啊，我哋话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哋嘅眼目，我哋嘅眼目就要定睛喺你嘅话语嘅里面，我哋嘅眼目就要定睛喺耶稣基督你十字架上嘅救恩里面，我哋嘅眼目就要定睛喺神你嘅慈爱嘅里面，我哋嘅眼目就要定睛喺神你做喺我哋身上一切一切慈美美善嘅事情，我哋嘅眼目唔再咧东张西望。我们的眼目不再只是看环境看世界，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救拔我那位神，你是拯救我那位神。主，我多谢你，主，我们高举你，主，我们感恩你，主，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多谢你在这个钟里面，主啊，你让你的光来光照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，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生命里面的核制，为此我献上感恩。主，我亦都感谢你，圣灵你来到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里面不再恐惧，让我们里面不再虚空，让我们里面充满着从天上而来的爱，从圣灵而来的爱。我多谢你，最后我多谢你，你教导我们，你帮助我们如何的让你可以将我们从网里拔出来，拯救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眼睛定睛仰望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，拯救我们的一位。我的眼睛专一单单归给你，我不再望环境，我要望见看见你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神迹奇事，我要望见睇见是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，你的恩慈，我要望见是你大能的手，是你的神迹奇事。主，多谢你，我们感恩你，多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多谢你赐我们这一个小时能够敬拜你，能够亲近你，能够等候你，能够让你作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亦都能够给我们有时间呼求你，亦都帮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，帮助我们重新的知道我们的眼睛要归给你，我们的眼睛要仰望你。主，多谢你，献上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， Amen。 弟兄姊妹，好多谢你们同我们一小时的琴与炉，一小时的在神的同在里面享受祂的同在，让祂的光进入。欢迎大家，好多谢大家与我们一起，感恩有你们，再见，下次再见。